他估算最快五年以后，我们全台湾会有九个县市哈，会面临到这个水源缺，那这个高风险的缺水。水量够可以互相支援，但是很好了。但是台南呢，光台南就有十座水库了啦。嗯，对。所以如果可以不用供应高屏地区的用水的话，台南其实没有缺水的问题。所以我是建议啦，高雄地区还是要新建自己的水库，就像美浓水库，来供应他们这个高屏地区的用水。当时这个地方有相当程度的反对，在这个共识没有形成之前，是没有办法去推动美浓水库的新建。如果地方反对的，我们怎安尼的卖价水啊？台南地区的水也供应他们，我们自己都不够了啊！那他们反对，他们就不要喝水啦。